曾建飞是吧？去年身上已经有一次大过了吧？站好了，还不快向张主任承认错误？承认错误也没用。李老师，根据学校相关规定，记一次大过之后再被通报，必须勒令退学。退学？张主任。 曾建飞他只不过是没有别的借口，这样的小考都能作弊，那以后的人生大考，谁又能保证不出现问题？张主任，李老师，在考场里，我认为我带的不是电子产品，而是学习用品。在考场里出现学习用品，我认为很正常，没问题。曾建飞，你还有理了？真的想被开除啊？ 张主任，李老师，你们怎么来了？关于这件事情，揭发人南向晚有话想说。物理竞赛，张主任，我们班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不太公平吧？现在说的是曾建飞的问题，跟竞赛没有关系。对啊，你来干嘛呀？你，曾建飞的事情还不简单吗？ 他考试的时候拿出文曲星，不管是不是作弊，也不管作弊事实是否形成，都已经违背了校规，那就秉公处理呗，否则怎么正风记啊？南向晚，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对对对，南向晚，最近是不是家里边出了什么事儿？不管发生什么，我就是就事论事而已。 曾建飞的事儿看似很简单，但是你们也要注意舆论影响。我之前做媒体研究的时候发现呢，现在家长对孩子的关爱其实是矛盾的，有的时候管得多了吧，说你压制孩子天性；有的时候管得少了吧，说你教育不负责任。所以，身为一名好的管理者，一定要权衡利弊，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不然容易出岔子。不是，南向晚。 你是不是操心的有点多呀，林小然？把他叫来，想气死我，对吧？你，哎呀，你们在干嘛？这是老师办公室，把这给我打扫干净了。你，哎呀，哎，你是来火上浇油的是吧？服了。 我扫你仨，你怎么还好意思跟我平分呢？这花牌是我撞碎的吗？那是我撞碎的吗？难道不是你吗？谁撞的我呀？曾建飞，曾建飞是谁的朋友啊？你的。你要跟我扯曾建飞是吗？南向晚，你知不知道现在曾建飞身上已经有一个大过了？ 如果再被通报，他真的会被勒令退学。你凭什么在张主任面前这样说话？你不要用曾同学身上的错误来绑架我。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他先放弃了他自己。耍嘴皮子是吧？没关系，日子还长，咱们走着瞧。干嘛去啊？拿工具啊，不然你用手啊。 我不管你是来真的还是来假的，这事儿咱俩没完。李校长，干嘛？曾建飞要回去了。人在哪？赶快过来！曾建飞，站住！别拉我！你冷静点行吗？不是你至于吗？站住！曾建飞，干什么？我要离开学校，懂了吧？哎，你离开了你干什么？我不会画画，我干什么不行？坦坦荡荡，自由自在。不是，都别拉我，今天我走爹了。哎，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哎，你俩先回去。孙建飞。
林萧然，你了解我，学习不好归学习不好，但不代表我会作弊。你说他们什么意思啊？他们这么做，我怎么待啊？学校还没有决定下处分，万一没有处分呢？ 行啊，对不起啊，我去了趟厕所回来就这样了。谁干的？于美丽，你先别道歉。南总，这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欢迎仪式，怎么样？您满不满意？您要是不满意，您先坐，来，咱们细聊。就这？小屁孩，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只想好好学习，你们也别来烦我。南湘婉，你转什么转？好了，都干什么呢？赶紧上课了，回自己位置上去。达令，我看你真的要小心了，就这阵势，你可斗不过他。那怎么办啊，娇娇？你保护我啊？保护你。 Hello, everyone. Hello, Mr. Wang. I miss you so much. We miss you too. 一个暑假没见，单词背没背？口语练没练？啊，上来一个人，给我做口语练习。谁来？都低头了，一个人都没有。南湘婉。 你是英语课代表，你上黑板写下144页的板书，写左边就行。张超，你不是篮球队的吗？正好个高，上黑板，另外一半板书为你了。 好嘞，不是。 哎呦，这是画了一道彩虹啊！还行吧？还写的挺洋气，啊？你看我干啥呀？坐呀！怎么坐不下去啊？ 张超，以后这椅子就是你的了，听到了吗？好好好。川哥，起立。汪老师，嗯，你能不能把要背的再帮我画一下？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多背过的我都给忘了。忘了？嗯。高三了，你得上点心了，啊？啊。 都先别动。下面啊，给同学们宣布一个好消息。他说好消息。还有好消息呢，听听看。物理竞赛的难度很大，学校一向是
鼓励大家自愿报名。然而，就在今天，在南向晚同学积极争取之下，学校决定让每个班级每个同学都积累一下参加全国物理知识竞赛的经验。什么？物理考试？这叫什么好事？我还以为曾建飞回来了呢。这个教务处已经下发了通知，物理知识竞赛全校海选考试下周就要举行了，同学们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物理竞赛获得名次对高考也是很有好处的，所以啊，希望你们都好好准备。哎呀，我真服了，我哪会做那个题啊？我先走了。哎，小然，陈世俊找你。哎呦！你来干嘛？我整理的数学笔记，高三了，学学吧。你规划你自己就行，给我这个干嘛？那可不行，我答应你妈得监督你学习，对你负责。没那必要。南向晚，你是不是有毛病啊？好好你争什么竞赛资格？现在好了，平白无故又多了一场物理考试。哎，你说你自己努力，没人有异议，你非得把我们拉成垫背的，你其心可诛。南向晚，你是不是不臭显摆你自己就过不去啊？前面还曾建飞退学，这会儿还我们考试，你真以为自己乔布斯呢？ Stay hungry, stay poor，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永远保持你的愚蠢。我更正你一下，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的意思是求知若渴。你不要以为自己昨天在杂志上看了几句就可以篡改别人的意思。南向晚，你真以为自己了不起啊？有毛病。哎，这才刚开学，你不管管？他自找的。不是吧？她毕竟是个女生，万一她在……万一怎样？一哭二闹三找老师。我告诉你，这要是其他女生，我还真能帮一下。但就她，心狠手辣。我建议你还是别看了啊，回你们班去，午休时超市见，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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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师，您稍等一下，问您道题。怎么了？出什么问题了？又开始上进去了。你说咱们要不要修理修理他？你一天到晚修理的，你低不低级？我明白你意思了。我是什么意思啊？你是嫌咱们现在段数太低？帅，回头给他整一更高级的。这个数是怎么得出来的呀？啊。这个好办，江大令出手了。是啥呀？这哦，好，谢谢。不会打起来吧？不会，不会。南湘婉，你干嘛？就这么在意曾建飞啊？你胡说什么？我胡说？你要是不在意他，干嘛因为他这么针对我啊？给你个忠告，去看看中学生手册吧，下次别再这样了。那个下次比赛啊，多用一下昨天那招。学习学习。看手册写了啥？高中时期以学习为重，不宜因其他事件分心，情节严重通报批评。通报。南向晚。杨哥。杨哥 ，Hello。哎，
小然，你看，你不是叫我想个段数高点的吗？帅想的办法，我亲自操办的，怎么样？哎，您属狼的吧？是吧？跟狼一般凶啊。您属狈的吧？什么狈？说咱俩狼狈为奸。哈。啊？嗯。来。哎，老师，哎，南向晚同学怎么了？我这车坏了。小然，你是不是也特受不了这样的？在老师面前装个乖乖女，在咱们面前跟个母夜似的。你说是不是？哎呦，丁香然同学，哎，你过来一下。老师好。是这样的，你这位同学的自行车坏了，家里有急事着急回去，能不能骑你的自行车，你帮他把车修一下。老师，我给您捋一下啊，这位同学他的自行车无缘无故的坏了，但是您却要让他骑我的车回家，然后我骑着他的车去修。你们不是一个班的吗？互帮互助，这不是应该的吗？他跟我说了，你是他们班上啊最乐于助人的、最热心向上的同学，人家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来求你啊？你就好心帮帮人家，让他骑你的车回去。谢谢老师。哎哎，快点回家吧。谢了，谢谢老师。你帮他把车修了啊，同学，谢谢你啊。有点意思啊。哎，我在那儿那么辛苦的给你修车，你在这儿这么悠闲的吃串儿。吃东西是次要的，主要啊是为了等你。不，等我自行车。你这样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哎，你把我车胎扎了，现在修好了，我就当做什么事儿没发生了。哎，你可以，我不可以好吗？够嚣张的啊。哎呀，那你还想怎么着啊？还能怎么着啊？车都修好了，你就赶紧回家吧，妈妈在家等你吃饭呢。我跟你说，你少来这种态度，你那头发要么剃了要么剪了，需不需要我帮你啊？妈，我回来了。到新的班级跟同学相处的怎么样啊？好啊，同学都特别愿意跟我玩，你看我不就因为玩所以回来晚了吗？你没有分到预想的班级，有没有什么情绪啊？有啊，我可有情绪了，情绪大着呢。不过呢，我现在也就是战线比之前迂回了一些，不过我肯定能考回二班，考进冠华。我觉得你能不能进冠华倒是其次，我是不希望你压力太大了，只要你尽心尽力，我相信你的成绩一定能越来越好。嗯，小梅，把这件貂皮大衣给我洗上，小心一点，跪着呢。阿姨好。哎呦，小婉啊，哎，听小凤说你在学校。算了算了，小婉啊，一定会处理好的。谢谢阿姨。哎呦妈呀！呀，你这是干什么呀？这衣服堆的一床都是，乱七八糟的，干什么呢？我这衣服太幼稚了，我想买几件新的。
现在嫌幼稚了？这些可都是你自己挑的，喜欢的不得了。当时，哎，就你手里的这件，你为了买它，跑了三家店。那是我以前喜欢，现在吧，它。我说你最近是有变化啊，说话怪怪的，现在连穿衣风格都变了，你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呢？这人长大了，穿衣风格总会变，证明我品味提高了嘛。行，想打扮没问题，别耽误学业。妈，我就是想着上高三了，我换换新面貌，激励自己一下嘛。一天到晚欠欠欠的。你现在长大了，自己有主见了是吧？要自己挑衣服了。行，妈给你介绍一店，特便宜，到时候自己去挑两身。特便宜，我还能好好挑？咱家就这条件，你爱要不要？要。你现在给我点钱吗？你现在就要去啊？啊。哎呦，我太丑了，我受不了了。行行行，来收拾收拾。妈，给你拿钱去。谢妈。欢迎光临。这衣服多少钱？哦，这件衣服89。这件呢？姑娘，你不适合这件，你那么年轻那么小，应该选个更年轻点的衣服。你说我年轻？哎，小妹妹，哥哥我呀迷路了，能帮我带下路吗？神经病吧！谁？哥，来这儿迷路了，怎么不找我呢？啊，忘了吗？上个月啊，我是你小弟了呀。我跟你说啊，你需要的东西就在前面50米右拐就有了。啊，哎，前面50米就是一派出所，我本来打算把他送过去的，结果你倒好，直接把他吓跑了。就他那样，再去吓唬别人怎么办啊？刚刚那球挺准的，谢谢你。不客气。哎，我说你要是把那打球一半的心思放在你学习上，你学习肯定特别好吧？不是南向晚，你是不是有什么错觉啊？我的学习成绩应该比你好吧？开什么玩笑呢？买衣服干嘛？学校规定只能穿校服，趁现在没走远，赶紧去换吧。我乐意，你管得着吗？天这么晚了，赶紧回家吧。路上小心啊！哎，人还没走远。哎，我去！哎呀，出门带点脑子吧。上空挂着大大的月亮，喜欢一个人到外面走走看看，你和你的美丽他们看得见，你和你的同学哪个班的？怎么了？怎么不穿校服啊？高三七班南向晚。哎，同学，高三七班南向晚口风就扣2分，快去。去哪儿去？吃饭。英语课文都还没背完，还有心思吃饭？成绩那么差，不也有心思打篮球啊？我和你谁比较差？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林萧然，你赶紧让开吧，我俩一会儿吃饭都没时间了。走吧。讲的好像只有他没时间一样。棒球。优秀的学校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你看看咱班，那一上课吵得跟进了鸟笼子一样。有些人他自己不愿意学习，他还热衷于拖别人后腿。你说谁啊？林萧然啊，因为曾建飞的事情他老针对我，你说幼稚不幼稚？他早自习都不上，自己跑出去打篮球，你身为班长也不管一下，简直就是玩忽职守。哎，你等会儿，你之前说的我都认了。张超跟林萧然他们俩是篮球队的呀，是校队规定他们要晨练的。啊？你不会连这事儿都忘了吧？小婉，你真的不需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吗？不需要。南萧婉，你怎么不穿校服呢？你管得着吗？我乐意。我这不是好心提醒你吗？哎，我现在在班里，名次排多少？学校不让公开排名的。那是学校不让公开，你是班长，总有内部名次记录吧？那我没有。嗯，你每次说谎都不看我。这样吧，我在班里跟哪个同学名次比较相近，这总能说吧？林萧然。谁？林萧然啊。他不是体育生吗？啊，还比你靠前一名。林萧然体育生名次还比我靠前一名？嗯，不是，没脸吃，学习。哎，不是，你吃完再学也行。快一点。我说林萧然。哎，你好。曾建飞不是你兄弟吗？这都几天没来上课了，打电话也不接，家里也没人，你就不能想想办法？他不想让你找到，你怎么找都没用。让我说吧，曾建飞这事儿，他自己本身自尊心就强，这次学校要是真的下处分了，他自己肯定是不愿意回来。那我一定不放过南向晚。你可别啊，他可是一句话就把你搞失控的人，你千万别出招，万一把自己又搭进去了呢？啊，这不就有活生生的例子吗？哥们儿，我那纯属轻敌，大意了啊，大意了。那意思是谁都拿他没办法了呗？娇娇，你平时主意多，你想要怎么治他？对付女生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孤立他，但是这招貌似对他没什么用啊。是啊，他巴不得谁都不搭理他，满脑子只有学习。满脑子都是学习，那我就有办法了。上课。起立。老师好。同学们好，坐下。林萧然，有什么事儿吗？老师，我申请换座位，我坐这边我看不到。已经高三了，我想融入班级的学习氛围，请老师帮我调度到一个适合我的位置。这就开始挤兑我了，你别把同学想得那么坏。看不见可以戴眼镜，找什么理由？老师，我有眼睛眩晕症，会头晕想吐。李老师，我猜林萧然同学下一句话就是，我坐哪儿都不合适，就坐南向晚周围最合适。但是我拒绝。不是，你坐下吧。胡闹，都什么时候了，你们现在唯一要做的就一件事儿，学习。南向晚，怎么没穿校服啊？向晚，向晚。报告老师，我想跟林萧然换下座位，因为呢我有点远视眼，离得越远呢反倒看得越清楚，就求求老师让我俩换吧。好，给你们两分钟调整好座位，马上上课。李老师，你给我坐下，明天再不穿校服别进教室。其实啊，这道题很简单，就是把摩擦力的公式套一下，
从后往前倒推一下就可以了。来讲下一题。哎，你听懂了吗？讲哪儿了？老师，这题没太听懂，能再讲一遍吗？李帅，来，你到这儿来讲一讲。老师，我也没懂。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那我就再讲一遍，都认真听好了啊。将一根绳子两端的分别系于 A、B 两点上，你这胳膊用于动滑轮悬挂在两绳间的夹角。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啊，绳子的张力为 T。说话听不懂是吧？特别难是吧？特别难，特别难。南向晚，是你让我讲题的啊，我讲了你又不听，你还想干什么呀？想要上天呢？李老师，我申请去最后排站着听课。哼，题答不上来，幺蛾子倒不少。下课之后，你给我写一份检讨书，交上来。李老师早。哎，早，王老师。干嘛呢，南向晚？检讨书。哟，干啥好事了？扰乱课堂秩序，还没穿校服。你这写的哪是检讨书啊？啊，这讨罪书吗？哼，就他写那东西啊，我都懒得看。报告。哎，刘雨白，你来。你的物理竞赛证书到了，拿去吧。谢谢老师。不是我说你啊，这次分班物理考试你才考了18分，我没在班上公布，那是在给你留面子。你怎么还有闲心跟他们一起打打闹闹的？我没打打闹闹。那你跟林萧然是怎么回事啊？马上就是你主动报名的全国物理知识竞赛海选考试，你就用这个成绩参加海选呢？啊，哎，刘雨白，啊，这次物理题，你是不是闭着眼睛都能答上来啊？有点意思啊，南总。闲的吧你？报告。老师，我先走了。李老师，曾建飞已经2天没来学校了，校方不会真的要开除他吧？现在知道害怕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您身为班主任，就不能通融一次吗？就要高考了，别影响他的未来。这不是该你操心的事儿，去去去，赶紧回去上课去。超哥来了，喂喂喂！来，欢迎南总，南总，辛苦啦！别着急，仪式还没办呢。咱们班有个规矩，那就是为了给当事人一个真正的警告，凡是写检讨书的人必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朗读以儆效尤。欢迎。还真是没完没了了。行，那我给大家念念我的检讨书。本次干扰课堂事件均因林萧然所引起。
胸狭窄，以学习之名搬到我的座位前面，实则早就埋下了干扰我学习的种子。林萧然此人貌似在班中人缘颇好，实则同学多为无奈之举，迫于其淫威而不得不顺从他的意志。真是检讨书吗？我怎么听着像审判你的？值此高三关键时刻，班中却还有林萧然这种分子为非生乱，是对七班全体同学意愿的倒行逆施，更是对班级美好前景的沾染污蔑。关于如何处理林萧然，闭嘴！不想听了是吧？行，那咱俩聊聊，讲点有效率的东西，别老玩你的小朋友那一套。OK， 我们进入正题。所以说，你们针对我，就是因为曾建飞。坦白说啊，那些整我的套路一点用都没有，就是在浪费彼此的时间。而且我觉得，再这样下去，反而会误伤到你们。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字面意思。对啊，所以让你去教务处给他澄清啊。那你说，怎么能让曾建飞回来？不好意思啊，先去趟洗手间。南向晚，你这什么意思？即便我去了教务处，张主任还是会维持原判，因为我现在是个学生，说话没分量。你得去找个说话更有分量的人，比如李老师。你这不是废话吗？李老师在办公室跟我说的话，你是没听见吗？他已经表态，他不会插手这件事情。哦。那这事儿还真不好办了。这李老师要是像廖老师一样温和开明，曾建飞说不准真能回来，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明白了吗？大家都说你特别厉害，自己想想吧。廖老师，哎呀，融入集体和大家和睦相处，作为班长我很是欣慰呀。不就帮小屁孩吗？我融入他们也太低估我了吧。啊，那你还帮林萧然出主意？李老师的代班方式其实很有问题，从教学层面上来说，他只有40%的时间在给我们上课，其余时间全在刷题。这种题海战术对于二班那种基础好的同学来说非常有效，而对于我们班简直就是浪费时间。而从班主任角度上说，他只会训斥，并没有制定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管控措施，导致了我们班班风班纪都很差。但是你知道学校对班主任这事儿比较慎重吗？要想当班主任，不仅对学历有要求，还要有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要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和极强的责任心，更要以身作则。啊，对，不仅这样，还得定期接受校领导班子的考核。那就要借助外力喽。你疯了吧？真要换班主任啊？那这得看他怎么办。那还能怎么办？我也就只想出了这几个方案。南向晚，今天你们组织日，卫生都不做你就想走了？保洁呢？保洁是我们组的呀。今天你们组织日，林萧然都不跟我较劲，你跟我较什么劲？我是卫生委员。卫生委员？以前都是我管别人，还没人能管我呢。那你就等着明天接着到后面站着上课去吧。拜拜。嗯，干嘛？题我都扫干净了，剩下的一半你涂。看你平时办事没个正形，做这事还挺认真。我有洁癖，拿着，墩布我已经帮你洗好了，一会儿湿就拖一遍，拧干了再来，不然会留下水渍。小朋友，没发现你还有这优点呢？我的优点可多了，只不过不想让你看。你干嘛去啊？倒垃圾，
不然你去，我还怕你拖不干净。的